未散咧。啊，唔经意接电话。伊卡来乱咧，讲迄个五四三五，我歹听你敢知影？歹接。这是你的工课，不管人客安怎甲你乱，你拢爱好好共应付。记者，喂，柯嫂，是啊是啊，我甲你的电话切掉啊，无变怎啊？无法度啊，想叫你同款的代志一直讲一直讲，我叫你莫讲，你到尾一直讲，啊，我无切电话是方便啊。物件我袂听，啊对，金玉啊，早起迄个马介绍，伊捧菜无注意，菜汤去染着金玉的衫，啊，伊就俩讲啊，点么起心地啊？嗯，你主要是大细目是无？伊是安怎？欺负人是安尼欺负伊呢？你甲我较差不多要甲你讲，凭啥欺负人啊？你才跟我大细声，你当作我甲因同款，是有在你后背来甲先？唔爱无要紧啦，平常时我讲伊尔，今仔日敢这么嚣掰，写碗盘呢，搁写到路灵去呢。嘿，你要是讲你生理好安排啊，大家拢在看你吃签，你真正就是讲你是大舌头，大家拢在看你面上怪日子哦，你写较歹。你想讲这是头一届啊？以前遐查囡仔，妈妈未过生脉啦。啊，你敢知影人生脉哪讲？人讲哦，不要紧，就互因发一下性地，解一下气。人生脉有这个巴肠，啊你嘞？啊无代无志，找人起卡动手，甲代志要甲遐尼啊歹看。你哦，真正是食饱想。我哪知？拄着代志啊，莫遐尔匆忙，加看加想一下，才反应嘛袂慢啊。唉，上要紧的是，爱替这查某囡仔想较为因。先莫讲哦，这本底就是咱两个应该做的工课。就算讲大家平平拢是查某人，嘛应该较同情伊，敢毋是？今仔日。是我想过冲动啦，啊！不过若想话做是你，你嘛会出生气啊，对不？哈？是的啦，我嘛唔对，是我家己吼讨皮疼，只是以后你个性吼，莫再冲动啊。那无哦，是你代志哦。我知啦，我阿母嘛是安尼讲。其实我做欣赏你的呢。啊？欣赏我啥？欣赏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母。我若是有，我就袂来这上班啦。你拢离我较远，头生，我跟你讲话先，阿达是安怎？医生的检查报告出来。伊讲
是海气角。你入去哦，较细腻嘞，会讲话啊。我煞唔使讲话，我唔老母啦，我唔讲话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讲话，你煞唔敢入去啊？你若怎手伫遐遮，你若惊你着走啊，你莫直升起啦，闪啦！大家十分好哦。那是要王大哥的心。我来捧啊。你等下就会见遐小水，甲恁老母身躯流流的哦。水是唔通遐冷去哦。讲予恁阿爸听的啦。在死啊！强啊！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嘿，阿坏人去哪倒咧吃啊？哎呦，我是来捧场的呢。来捧场哦，就去你的房间捧场啦。阿敏啊，你的人客找无路通转去啊，去遐娶一个啦。人客啊，哎，你哪只敢安尼啦？哎呦，是我啦，阿敏来较高水啊。吃啦，吃啦，哎呀，吃啦。啊，这是要给人客点的菜呢。嘿啊嘿啊！你唔惊去有偷嘅人吗？我同你讲哦，倒摆银行检查哦，我会条条律师下来啦。哦，你这个老干，你有唔食天番哦？喂，迄一定是机灵酒家卡来，我下班啦，不爱食。假想讲哦，伢妹对你一好哩，竟用我本来一种天方式条路呢。你讲我阿母啊？嗯，我阿母无啦，伊无爱我来啊，是我家己要来。哈？你这个来哦，真紧要改啊？哈哈，真紧唔真紧，当然嘛是真紧嘞。我刚才听电话尔，无做别项啊，就别冲啦。不过，无紧倒的啦，等下先去倒。Thank you.